胜呀！决胜吧！结束了，耶！我赢了。哼，如果抢到了改造道具，我也能赢。说到改造，神奇手好像说他在改造些什么。这几天神奇手一直把自己关在基地里，反正一定又在改造一些没用的东西。海城，你记不记得上次神奇手做的那个专门来帮方便面降温的冰电扇，结果刚泡好的方便面整个冻住了。还有那个在鞋底装了磁悬浮设备的快速行走鞋，快到根本停不下来，只能撞墙。那次我记得你玩得特别高兴呢。有吗？我说神奇手啊，你们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但这真是个好东西啊。怎么了？不行，这件事必须特别谨慎。我同意，确实需要再仔细考虑。可是你们在说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么了不起的药我终于成功发明出来了，但是他们却不想用。神奇手，你是不是忘了以前的几个发明？这可是足以改变地球不对，足以改变宇宙历史的伟大发明啊。神奇手是不是电路烧坏了？这神奇手，你到底发明了什么？我先分离了脱氧核糖核酸之后，再找出染色卓斯粒的收缩点，最后终于成功了。这听起来真的很厉害。只是完全听不懂啊，说人话好吗？怎么可能听不懂啊，我已经挑最简单的说了。神奇手研发了一种基因改造药剂，这种药剂能轻易重组强化你们的基因，并且相对安全。什么？只要用这瓶小小的药就行了吗？这确实了不起。你们这样解释大家还是不懂啊。只有你不懂。意思是说只要喝下神奇手发明的药，你们的基因就能马上被改造然后变强。哎呀，早说嘛，还等什么？快让我喝呀。来吧，爽快的一口喝光。哎，不行，你们先等等。我和普奇威都对这种药剂有很大的担忧。啊，变强还不好吗？你们在担忧什么啊？毕竟我们都亲眼见证过基因改造带来的伤害。这我理解了，先是入侵地球的虫总。虫王大人，我们自由了。虫族利用基因石的力量改造并强化了虫族的基因，对地球造成了莫大的伤害。上啊，虫族的子民们，今天开始虫族将统一地球。上啊，虫兽，先除掉普利士。其实这些被基因改造的昆虫也很无辜，维持自然的状态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好的。哼，反正我不会同情那些大虫。对了，神奇手，喝了你发明的药，我能不能长出三个头六只手，变成真正的三头六臂呀？想变成那样再多吃一点梦梦做的料理就行了。我也担心基因改造在地球造成又一次破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尽管神奇手发明的药剂相对安全，但对于基因还是有很多未解之谜。这意味着使用药剂之后很可能出现出乎我们预料的副作用。管它正作用还是副作用，只要我们改造了基因变得更强，不就能刷刷两下的把那些坏蛋打回浩肯星了吗？你说是吧，兄弟？你的手如果闲着没事可以去刷厕所。你们的顾虑也没错，哎，毕竟我们曾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基因师影响了基因。虽然基因的改变真的让我们变强了，但后来的状况也确实非常棘手啊，尤其是机体不断地发生失控，机体不稳定越来越频繁了。
面。机体快到极限了，我们得用最后的能量尽快修复空间缝隙。我这么优雅的机器人与你这种粗鲁的家伙过招，真是你的荣幸啊！让我来教教你什么叫绅士的打斗。机体还是不稳定，接招吧。出现了不稳定现象，车队员，一举击败对手。嘿，驾，嘿，超速裁决。雷鸣火轮，雕虫小技。那一次呀，要不是机体失控，凭我宇宙第一，只要3分钟，不，1分钟就能打赢。比起后来的状况，机体失控还只是小问题，基因改造引发的危机还在不断的升级。最大的危机就是基因石在重塑我们的基因石，复制出了我们的影子战士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和我们一模一样？我们是变形联盟。我明白了，袭击人类的就是他们。可恶，世界上只有一个变形联盟。哎，哥哥。我就有气，哼，什么基因改造，我宇宙第一，不需要。哈，长臂说的对，与浩肯星的斗争我们一定能靠实力获胜，就算不改造基因我们也能赢。我认为神机手的药剂还是可以储备起来以备不时之需，但非到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们确实不应该任意改造基因。变形联盟，我认为你们做出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。唉，虽然很可惜，但你们说的都有道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能研发出这种药剂的科学家，估计在全宇宙也只有0.001%。虽然不使用它，但我还是要把研究成果发表在专业的星河期刊上。到时候，